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市平镇区一心里赞美操团队，我叫黄秀霜，是代操的姐妹。今天我很高兴，认识了曾团长，就是我们现在曾牧师，他引进了在一心里社区里面带大家来做赞美操。刚开始赞美操是手指可以数的个位数，到今天有100个人，这个团队是非常的庞大。因为曾团长的耐心毅力，每天风雨无阻的6点半还有耐心的带领着大家，感谢他，也让我在这边能够成长。那个曾牧师呢，他让他带我们进来以后呢，我就有到他的教会崇祯堂，而且呢，他特别为了我们赞美操的学员姐妹们呢，七点就开始了，通常教会是9点半开始。他7点就开始到8点半、有1个半小时，给我们唱诗歌，还有说神的话语。那个唱诗歌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，因为每一首诗歌都让我非常的感动。是在这边跳了6年，一心赞美操有几年，我就是有几年了。我非常的感谢曾团长，把我带进了这个赞美操，让我有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从不认识耶稣开始，到现在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呢一直想要受洗。我非常的爱上帝，爱神，在这边带领我们大家在一起，像姐妹像兄弟一样的家人。我今天非常的高兴，也认识了吴美莹老师，创办了这个赞美操，有动力有活力有柔美的操，也改变了我肢体语言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呢也从来也不缺席，也是非常的爱这个音乐的柔美，还有神的爱护。感谢神拣选了我，让我在这边代操，感谢神，感谢主，阿们。耶稣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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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是台湾桃园市平镇区一心团队。不要失去你的微笑，不要失去你的微笑，不要失去，不要失去，不要失去你的微笑，要常常喜乐，耶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地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